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谢谢祥恩为我们唱的这三首很美的诗歌哈。是的，耶稣是一切生命的答案，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孩子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殿中与你亲近，求神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求神你的圣灵此刻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同在预备我们的心，一定是你要对我们传讲的话。也求你刚我们今天要来到我们当中寻你传道的口，我让他透过神你来传讲你要他传讲的信息。也求神祝福我们今天礼拜的每一位，在我们当中的你每一个服事神你来悦纳。最后让我们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我们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约翰一书四章16-18。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好，北来。上帝爱我们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好，我们接下来要念我们今天的金句。华语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来，预备，来。上帝爱我们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来，台语。来，做个念。上帝所有疼咱的，咱会知而信。上帝所有疼咱的，咱会知而信。上帝就是疼。上帝就是疼。个人念疼，就是疼的上帝。上帝也疼的伊。来，接下来英文。好，我们一起来列下英文。And so we know. And so we know. And rely on the love God has. God has for us. God is love. God is love. Whoever loves in love loves in God. Whoever loves in love lives in God, and God in Him.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徐宇传道。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爱里没有惧怕。